心情不透情啊，情因总失丢，善因成福缘，因缘心中失，因海过海啊，过天因缘啊，就是甲大家人分享，咱的心那静啊，咱未来一步进步的地方，都真清净啦。咱现在这个世间，那就是叫做恶作，那是迄个净土啊，就是无有遮个作气。但是啊，这一定爱从咱的修行中啊，安怎样去掉了这个作，那才会当清净。众生共净业，大家人拢是清净这念心，将来所报的，咱呢依报，或者是正报，也都会当清净啦。净因总失中啊，咱所做所做一切的净因，咱逐天所伫咧做诶，起心动念、举手动足等等，那会当日日啊，保存着这念心的清净。咱的行都是利行人群，那安尼粒粒的精致啊，都是善而清净的精致，伊呢就是藏在咱的第八识中，所以善因就是行着这个福缘嘛，咱要安怎会当做善因呢？那都爱靠咱呢。安怎样甲人人结好缘，做福业，有好缘呐，就是结好果啦。啊，好果的报呢，就是恶的，迄、那个清净无染，这就是好果报的迄个净因的土吼、哦，就是所在这个依报的地方。虽然因缘心中是吼、哦，因缘呐、啊，就是种在咱的心，咱的心肠呐、啊。粒粒的精致，好因好缘，拢是从咱的心做作，回收倒转来呢，是伫咱的心识的内底，就是种伫咱的心识。所以讲起来，因缘呐，必定呢要好好用心。所以一句话讲，因海。过海啊，过铁银关，就是讲因，咱安尼不断地咧做啊，啊，其实迄个因呢，就是啊，伫迄个经济的内底，真细的物件，真精致哦，一点嘛，定一句话讲。合抱之秋，现在豪忙中啊！这是一点仔的物件，确实呢，散布出去都是真大，一丛树啊，
大长了后，伊会开花结果，迄、那个果是累累啊！每一粒果的内底呢，蕴含，但是呢，干那一点嘛的种子，伊会当，唔知道，会当几年，逐年都是伫咧累累的果实，这蕴含。果海呀、啊，所以果铁因缘啊，这个果不管是几年，那偌侪已经产生了偌侪啦，而迄个果实，其实迄个果实搁在透铁伊的迄个源头，那就是最源头迄粒种子。就亲像释迦牟尼佛过去几十亿劫以前的发心，在无量寿佛的道场修行，累生累世修行，累生累世发愿，都是为了要救度众生。啊，迄念呢，就是种子；迄念呢，叫做静音。这个真清净的种子，这个音啊，永远呢，种在迄个种实中。那释迦佛啊，伊的这个实，就是已经到第九实了。常常讲。咱凡夫就是讲到第八识所造作的呢，都是因缘果报的循环，拢是伫这个第八识的内底。但人生的最后，离开这个世间，其实呢，什么物件咱都无法度带去，就是这个识。在第八识啊，安尼由不得自己啊，啊就是安尼，在六道的内底，一直到个你累生累世的中间啊，完全这粒种子拢从清净无下位，无染着啦，它就是在第九识。这凡夫呢，一个到达未到的地方，这要经过了累生世，那这粒种子不断不断的净化，不断不断累积福甲慧的缘呐。这个福，就是要造福人群，智慧呢，在人群中。付出无所求，结到一份呢无染着的欢喜缘，这个叫做法缘。安尼汇合起来呢，哎，累生累世，所以叫做果铁因缘吼。到个最后呢，清净这个因。的源头，那就是真如本性啦。这就是啊，咱所以一直讲学佛啊，哎，顾好这良心，所以咱哎时时哎用心哦，咱上面呐还已经有解释过吼。上面的文呢，就是因为舍利弗成佛了后，迄个净土啦，就是一片清净的净土吼，伊呢就是离垢拢无有污秽啊，啊面顶呢真正的庄严嘛，七宝树顶顶啦，果实累累吼。开着花啊，顶顶花光如来呢，
同款用三性法来教导众生，这是啊，昨昏的文那咱今仔日呢，就搁再讲吼，那舍利弗啊，彼佛出世时，虽非恶世，亦本愿故，说三性法，那就是讲舍利弗，伊这个时阵，这是化光如来，将来成佛了后啊，迄、那个国土啦，迄、那个国土吼，是遐尼清净，可是呢，宝物菩提啊。那黄金盖山，那七宝行树，而且拢总是天人菩萨。但是为什么花光粉呢？在迄个国土里呐，那么还要搁再说一个三性法呢？咱伫娑婆世界众生啊。就是心的污染真多，烦恼真高。佛陀要来度众生，实在是真辛苦，因为烦恼重重啊。甲大家人讲，放下一切，去掉你的习气，唔通搁再贪着。脾气啊，真恨爱恨情仇，完全放下化开，这谈何容易呢？所以，这就是叫做五浊恶世。所以啊，佛陀呢，这个一识妙法啊，无法度通直接。直至人心见性，但是呢，舍利弗未来成佛啊，化光佛的国土呢，是遐尼清净，人人拢是真仙呐，仙如天人同款。啊，天人呢，必定是伫人间行十善呐，行了十善呢。才会当报升天堂。菩萨呢是无私的爱心嘛，那在这片这么相祥和的国土，伊的名称叫做离国，所有的烦恼拢总去除啦。其实安尼无有恶处，大家人拢为善呐。哪有恶气呢？为什么在迄个所在，也搁多爱说三性法？那就是因为依本愿故，因为化光佛啊，伊开始的本愿，伊都有阿弥，伊的本愿都是有阿弥。发一个愿，伊将来成佛，伊愿意呢用三性法来度众生。啊，真呢，话讲起来还阁真长。在佛经呢有一段吼，这尊大悲空中经的内底呢，那有安尼伫咧细说。舍利弗过去生，
那就是伫真久真久六十劫前，迄当阵的舍利弗啊，那就是一个大中者。啊，这位大中者呢，学佛的时都有发心愿呐，发心立愿，伊要行菩萨道，愿意为众生付出伊的一切。所以，伊开始发心，就开始用物质啦，为贫穷苦难人去付出，对，将伊的财产布施到最后，世间的物质拢总无啦，只有一一个人，伊就讲。我既然一切都布施，敢若剩我一个人啦、啊，众生，任何一个人有需要我，这个身躯的任何一部分，我都愿意付出。在迄个中间，天人呐、啊，就看到哇，世间有这大善的人。这种大善人发菩萨心吗？啊，到底呢？菩萨心有坚固也无？这个天人呐、啊，都化一位年轻的人，就来到这个中者的面前，啼啼哭哭啊，还是咧哭安怎？你有什么款的困难？那这位年轻人就这样讲，我费尽了家财，将我的老母的病啊，特别给医，到处求医啊，医生呢，拢讲我的老母的病，就是一种真罕见的病，虽然呢，开药啊可以吃，但是呢。需要有印，那就是需要人的目睭啦，目睭呢来做伊的药。哈、啊，这中者听到，哎，目睭一粒目睭，啊，这哪有困难呢？我已经发愿，我要行菩萨道，所以挑目吹怒识时人呐、啊，我愿意，所以。伊呢，就家己伸手对家己的目睭呢插落去，目睭摕出来，来，目睭赶紧摕起，去做你的老母的药引呐。这少年人呢，开始就讲：哎呀，你哪会遐尼急啦？我都也未甲你讲爱用多一类的目睭，你摕起来是正类呀。但是医生讲，一定爱多类的目睭啦。哎呀，我你哪会无爱较早讲？啊，因为你伤急啦。啊，对啦，也是我的错。安尼，既然都提一类起来啦，可我会当多类呢，我就和你多类啦。还是多类佫提起来，和这个年轻人。年轻的人呢，用手给接来的时，在那个片啊，啊，就这样片给他很大声。嗯，这个目睭哪会这么臭粗啦？啊，这呢，这是要怎么做药引啦？他就故意呢，用力这样给他担对土脚下去，又再用脚呢，这样给他累啊。让他呢，虽然目睭无看到啊啦，不过呢，迄个感觉会着。哎呀，众生啊，真恶劣啊！从安尼，我再也无想要行菩萨道啦。我来独善其身，这念心起啦，开始。失去了这份行菩萨
道与心。所以虽然是生生世世，随着释迦佛啊，每一生世呢，安尼伫咧修行，却是来到今生出世啦。看佛陀呢，说法四十多年，以文化数十年呐，确实呢，也阁是执着伫迄个偏空，迄、那个意志力呢是足坚定的，以修迄个执啦，以安尼持迄个执住，一直呢无法度好解开吼，一直到释迦佛啦。说《法华经》啊，不断变迁的消息，这些款款教，然后呢，一直赞叹呢，大乘即是佛，特别讲的法是真实法。到这当阵呐，舍利弗呢，才开始开悟，所以因为安尼。以再次发心行菩萨道，再次发心行菩萨道呢，他就入愿成佛了后，我也是将来我来用三圣法来教导众生，这是舍利弗未来要成佛。现在再次入关，将来成佛啊，也是要说三圣吼来化度众生。所以讲，以本愿故说三圣法，这就是舍利弗也本愿就是安尼。未来成佛啊，虽然呢。是一个这么久的时间才会当成佛，但是这个本愿呐，还是呢，永远都是在的。现在释迦佛也是用方便法来度众生，未来的舍利弗呢，也是用三圣法来说法度众生。所以讲，这因缘呐，这因海果海吼，那果田因缘，这啊就是这个因。不管你经过了多久多久，这张树啦，会果实累累累累啦。不管伊经过几百年，同款迄个种子呢，回溯到过去第一粒种子的时，那迄就是缘，是清净缘呐，清净无染的本性启动。这呢，就是舍利弗未来呢，成佛的化土化功夫呢，伊伫迄个所在教化众生，啊，迄个国家呢，那就是有离国，离国就是已经清净，既然离国，都唔是伫现在娑婆世界的位置。
现在咱娑婆世界到处都会当看到，哈，粪扫啊，粪扫山到处呢都有啊。所以咱即马环保志工啊，都一直伫咧推动清净源头吼。那这都是利果，爱利果啦。但是呢，未来利果就是下利佛将来生活的世界，它就是遐尼清净，甚至呢平静。除了无污浊的物件，佫真平坦哦。啊，唔是亲像咱现在世间呢，安尼崎岖不平啊，唔是世间呢的这种的浊恶。所以伫迄个所在生活的人安稳啊，唔是伫现在呢这个人间呢，互人心的安定吼。所以啊，在那个所在，就是有天人的神秘，亲像天人菩萨，又仙又水啊，没有这个三恶道的恶乱吼。现在人间所做的呢，真济的恶啊，地界五鬼畜生呢，这种的三恶道都是人间所制造出来。那地迄个离故地的所在，都有坚如琉璃的土地，并且呢，有迄个金的线吼、来分这个界子。所以呢，心净报土净，咱的心内当报得真清净，咱未来呢，地方嘛是遐尼清净，咱来时时将咱的内心自我警惕，修行呢，除了伫日常生活中，咱这念心无顾得好啦，未来呢？咱到底正步依步伫倒位呢？就是看伫咱现在这两心，所以时时把握现在多用心啊。